就让我们欢迎下一位，就是演讲者，他叫叶怡，然后他不愿意透露任何其他资料，所以跟请他自己分享，要是还有一点的话，他自己的创作的。有点喜欢一个男的。
哦，谢谢你哦。对啊，然后就是，所以就很开心，因为就是小时间他就有来，然后照顾啊。